诸位家人，大家早上吉祥。这个称呼语这个师父也教我们要入境问俗，马上能融入一个地方的文化，他们的习惯。那当我们熟悉一个方式，马上转换了，有时候还是会提不起来，所以就是说形成一个习惯之后啊，要转是有一个过程的啊。所以你看李旭根性不好啊，这个吉祥是到第五天呢才讲的比较顺、比较溜一点，是吧？啊，所以这个是很正常啊，修行的过程呢。生处令熟，熟处令生。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刚刚我们在念《劝发菩提心文》里面呢，就有讲到，一些修学的心态，心态错了，会有障碍。甚至用功会适得其反。像经文上讲的，物欲速而不久长。他想很快达到目标。看到自己烦恼还现前了，这是气馁了。所以修行要很有耐性。或者就畏难而退却了。所以修行是有过程的。孔子也教我们勿欲速，勿见小利。欲速则不达。所以不能急于求成。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所以不能用功利心呢来求道。要有长远心。要有无求无为的心，而我们这几天呢，大家一起共学，应该会深刻感觉其实经典的教诲离我们并不远，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其实刚刚大家念完劝发菩提心文，那里面每一句在哪里？我们用心去体会啊，每一句都在当下。假如我们念的时候没感觉在当下，那这一念有没有分别在里面？所以师父常说，举这个禅宗的话，禅宗呢，勘验学人，都用一句话叫，你会摸。那当然那个会是境界比较高了，那个会可能就是性德已经启用了。那这个对我们教下呢，宗门这个会应该是已经是明心见性啊，自信启用了。那禅宗是一步登天呢，那是要那个根性的人好修哦。假如不是那个根性啊，一步登不了天会怎么样？掉下来就麻烦。所以禅，假如根性不对，有时候会狂哦。所以师父他根性已经非常好，但他求学过程，他几位老师都告诉他，你不能学禅。这些
大善知识它能观机，护念我们的一生的成就。那教下师父举这个例子说你会摸，那就是告诉我们在六根接触六尘当中啊，懂得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叫慧修啊。举一个《无量寿经》的话，不起贪嗔痴欲诸想，这就是不分别、不执着，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这就慧修了。不着色声香味，请问大家这几天吃得好吗？我们是吃出贪心还是吃出菩提心？那就是会不会修了。所以您看道有没有离开当下的境界？所以为什么我们吃饭前要十存五观？那十存五观是佛门的规矩啊。有没有看到佛门的善巧方便？佛门艺术化的教学，它在每一天当中贯穿。为什么要早晚课？早上提醒，晚上反省。吃饭以前一念完，一有警觉性，那吃饭就是用菩提心在吃的。你看山门，一进山门，天王殿，每一尊佛像都是护念我们的道业。所以越学啊，越佩服佛菩萨的智慧。东方持国天王师父在讲经也很幽默啊。待会我们再来讨论师父的幽默是有智慧。师父说东方持国天王拿琵琶，他不是喜欢弹琵琶的，那是表法的。持国、持家、修身是一个道理，放诸四海皆准。那琵琶你太紧了会断，太松了弹不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中道了。南方真掌天王拿一支宝剑，慧剑断烦恼，我们更熟悉的一句叫慧剑斩情丝，但不要带着杀气啊。慧剑斩情丝就是转烦恼为菩提就对了，要会转了。就像我们文仪学长那一天的泪一转，就是一个尽此生的动力，让父母离尘垢，直到方成就。所以黄念老有两句话很重要。所以我看人家哭呢，我会觉得好苗子，看那个哭不出来的呢，再等一回。你不要一看人家哭说情执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因为这个法要用对哦，不然法会变障碍哦。你对己对人不契机啊，那反而成了预设立场。所以那一次看到黄老这两句话觉得很妙。黄老说啊，无情不能学道。无情不能学道。
他连世间的情谊都没有，这么冷漠，他怎么学道？佛门是慈悲为本，所以为什么大乘佛法在我们中国开花结果？那中国人的情谊啊，他可以为了情谊命都可以不要了。那父母离去了，他不能报恩，他哀痛欲绝啊。你看有些孝子悲痛到都吐血啊，哀悔鼓励都有啊，也是这种情谊多深。那个吐血的孝子假如接触佛法，那不得了啊，他明白真相了，我父母没死啊，他还去轮回啊，他就拼了命，就像谁一样。对啊，就像婆罗门女啊，光目女啊。所以这个孝经，佛门孝经在中国那一下就相应了。啊，师父说四大菩萨是修学的榜样次第啊，第一个就是地藏菩萨，开发心地宝藏，从哪里下手？孝道、孝敬哦，不止孝道而已哦。你看《地藏经》里面，释迦牟尼佛摩地藏菩萨顶啊，大家有没有注意？摸了几次头啊？这个我得问一下舒婷啊，他跟地藏菩萨是好朋友，可能调查的比较清楚。哦，还是杨欣啊？摸几次知不知道？啊，好，当。接不下去几次的时候，摸了好几次呢。啊，人有时候要会变通哦，不要被一个数字给框死。啊，学佛要世事无碍。哦，甚至你就说，不记得几次，反正很多次也可以，都可以，没有一定答案哦。但是要懂得变通。啊，真诚去讲就好了。那个是表什么法？也是跟我们今天跟大家交流这个主题是完全相应，是吧？施智为己智啊！哇，汝之威德不可思议啊！我灭度后到弥勒菩萨来之前，这么长的时间呢？就交给你护念众生，不要堕落到恶道去。哦，那都是直下承担呢，尊师。所以整部《地藏经》表的就是孝敬，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尊师重道。哦，所以我们体会啊，其实这个师父讲的会不会啊，会不会修行，都是在每个当下啊。刚开学的时候李旭也跟大家共勉啊，我们来到大饭店也是六层说法，就会修的人，他在一切六根接触六层，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他就是在法喜当中啊。不知道大家刚刚念了一遍《劝发菩提经》文，身心有没有变化？有没有？你们现在在修禅定是吧？还是你们在感受？哎，刚刚念完，有没有人一毛为起，
或内出者，你们又没有反应了。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吧，念中学国文课啊，念到一句说，读出师表不忠者啊，不哭者不忠，读陈情表不哭者不孝啊，不替啊，不孝，读记十二郎文不哭者不替啊。我看了之后很难过啊，为什么我都没哭所以那个时候是欲令自迷啊，还是障碍很多啊，因为拜老师拜错了啊，书桌前面贴了一个席维斯史特朗啊，逞强斗狠啊，所以孔子说啊，君子慎其所从啊，君子很慎重他跟随的人啊，跟错了呢，走弯路，甚至走回头，走反方向的路啊，甚至是走投无路，最后灾难现前都有可能。为什么古人爱护子女，他要千里寻师，他要一子而教，所以整个家族啊，最重大的是找那个私塾老师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回想起高中时代念的这是三句话，后来现在会有点流眼泪了，读到那个出师表，我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我本六道夜袭凡夫，早该沉沦，早该没命。但是遇到师父上人，遂许师父与驱驰，要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中，而来饿时有衣也已。他写这一篇文章的时候，他出来复兴汉室已经21年，读到那个会很感动，那种知遇之，就一个知遇之恩，古人终其一生报。那师父对我们是救慧命之恩呢，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回报本师恩、父母恩、师长恩呢？所以古人这些文章呢，都是自情自义的文章，真的都能启发我们的善根。所以刚刚跟大家讲，王念老说，无情不可以修道，下一句也很重要啊，情不空不可以正道你不要听到第一句说，那还是可以多留言的大家要注意下一句，要出离六道啊，情要转，情要转成慈悲愿力，不然情之深重是求出轮回终不能得。所以这是黄念老两句勉励，真的师父讲了，看破就一定能放下，放不下就是还没看破。所以真正明白没有死的
眼泪就止住了，不会因生死离别而流泪，还会，这里还没看破哦，所以师父教导这个，谁教给他的？张家大师哦，这些都是修学非常重要的正知正见啊。我们待会在谈师父求学的时候啊，还有下个礼拜啊，我们建立修学正确观念心态，再跟大家来深入探讨。啊，李旭是情感非常重啊，我记得我外公生重病了，还没有了解情况有没有危险的时候，我妈妈还不敢让我知道，包含我的一个大姨丈啊，我这一生呢，小时候成长过程最崇敬两个男人，一个是我父亲，一个就是我大姨丈。结果他在我初中的时候呢，车祸当场就死了。我说这么有修养的人，一生从没看过他发脾气，又乐善好施，怎么是这个结果？我几天睡不着觉啊，想不通啊。所以人没有遇佛法，说人生能自在没有烦恼，我的感觉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除非是麻木了。结果没办法，也没答案呢，我就自己想了个答案呢，说可能他有更好的地方去了，才转个念头平复下来了，不然真的很情感舍不下来，很难过。所以当听到师父讲经说人没有死，尤其在临终的时候啊，死生事大，他去哪里是最重要的。来听明白这一点，在面对亲人死去的时候，一滴泪也流不下来了，干什么？赶快念佛啊，劝他提起正念啊，这才是真正为他好。哎，所以人呢，明白了就要放在心上去干了，都知道没有死了，哭什么？哭没人照顾了，不是哭什么，你也要看清楚啊，这个心念都要清楚，看清楚自己才能不自欺哦。啊，因为曾经有人问我说，哎，我读心经为什么会哭啊？我说哭有很多种，跟你讲可能千差万别啊。有些人哭他很敏感，他可能一念就感受到佛菩萨加持慈悲，他哭了。有一些人哭是可能是感觉过去生都不听话了，现在又拿起佛经来惭愧心哭了。这每个人的哭那个心念不一样啊。所以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你的心念呢，除非你遇到的是有他心通的人呢，而且他心通的人告诉你哦，你还要不要面子哦，不然他有他心通一讲你，哎呦，好恐怖哦，以后就不见他了，哦。哦，所以这个你真懂了你就能放下。哦，所以对生尤其是死别不要再流眼泪，那是最关键的时候。哦，无量寿经里面还有一句很有意思，
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李煦的经验是边哭边念突然念到这一句念明白，不是第一次念明白，是因为太伤心了，止不住没办法了，就读经吧。所以你看李煦是很愚痴的，愚痴到不知道父母在操心因为我妈有一次说，哎呀，你这几个月流的泪比你这20多年还多我还嫩嫩的，好像是吧。其实你看妈妈讲这句话的时候，她内心着不着急是吧？你看我多愚痴，我假如有智慧，当下就妈，我不再哭了，我终于活明白了，你才是最爱我的人那就开悟了吧。哎呀，所以这个爱不重不生娑婆情执太重了，结果是靠佛经靠佛力加持，看能不能比较不伤心一点那佛菩萨加持不可思议，真的把这句话给听懂了。我们这个人在情感当中，尤其是男女感情，最执着的就是他能不能理解我的心，人就执着，他只要理解我的心，要我干什么我都愿意所以没遇到师父我就没救了。他说他爱你，听听点点头，假话，别当真，当真你麻烦就大了他说他恨你也是假的，过两天他就好了。大家要知道谁有真感情？人没有把我执放下，他我在前面，他有真感情吗？是吧？所以我放下了，有同体大悲这有大爱所以佛门有智慧翻译经典的法师有智慧他不翻爱他翻什么慈悲怕这个字世间人又把它搞错了所以那个时候念独生独取，独生独死，独去独来，你还在强求什么？苦乐自当，无有代者，这叫自讨苦吃念明白了眼泪瞬间就不掉了真的很微妙从那一刻开始，我从来没有再因情感再掉过一个伤心的泪但是呢更会流眼泪，虽然不为情男女还有这些亲情流眼泪，但是一感动就流，容易流眼泪。但是那种泪有一种正能量，好像流一下呢心就更清澈了那个泪不一样所以流泪也有不同结果所以对师父讲说看破的人一定可以放下，李煦对这一点没有怀疑那话说回来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在起心动念处懂得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会修行。好，那我们刚刚在读经，我们有没有边读边分别执着？当然起心动念这个比较高我们到西方去以后再办这件事师父说在不执着不分别当中下功夫你读着有可能吗？我行吗？
这些念头有没有分别执着？对呀，边听经也会边执着啊。哎呀，师父又不是普通人，那是我们又做不到。这些念头太多人有了，所以我们听经啊，不是老老实实全接受，我们听经是认同的收起来，不认同的放在一边。请问大家，这样的学法是跟谁学？他还能分别哪一些可以，哪些不可以？他的境界比师父还高，有没有道理？对呀，大家要知道，这个也是得力于啊，你去刚学佛，就只听师父的。那师父在讲经的时候就说了，释迦牟尼佛讲经，讲了经之后呢，接着对学生说，我刚刚讲的经，对不起，你做不到。那不是跟众生开玩笑吗？哦，所以佛陀在我们这个娑婆界讲的，就是对我们这个地区娑婆界众生的机嘛，他才讲。佛无有法可说，随众生心因所知量，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应，就应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病的药嘛，因病与药嘛。我们没有生病，他就不开药了。那他有没有开那个药跟我们的病不对的呢？那不治出病来怎么办呢？因病与药嘛。所以您看老法师这些教导重不重要？就让我们形成一个修学的态度。每一句都是弃我的机的，我只要听到老法师的法语，我就想着如何做到，哇，这个态度就建立起来。不然会越听越油条啊，越听都顺着自己的意思了。那我们刚念完这一段应该都很熟悉，大众诚能不弃我语，则菩提眷属从此联姻。什么时候联？你们念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光光互融？哇，每个人都放光，然后互相照。这几天我们就在感受什么叫光光互融。你看一个学长一上来，他怎么遇圣教，他发什么愿，他一定要实现老法师的理念。哇，他一讲我们在底下头皮发麻，有没有？要光互相成就啊。菩提眷属从此联姻，联社终盟，至今地好，所愿同生净土。请问大家，这句话有没有从真心念出来？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不要把这句话又变成知识学习哦，这又是一个惯性哦。我们现在学很多东西啊，就习惯用脑子把它记住，就好像学了。事实上是要什么？印在心上。君子之学跟小人之学不一样。小人之学是入乎耳，出乎口，可以去给人家讲，但这些经句跟他没有关系。所以师父讲的，你是一个学者，你讲的天花乱坠，你自己烦恼很多，这个在荀子劝学，这是小人之学呢。可是小人之学又领国家最高的俸禄呢，所以我对于领很高俸禄的人，我一点都不羡慕。冤有头啊，债有主啊，所以在中国当公务员啊，
是大幸，也是要小心的地方。不要说不幸，比较难听。你没有好好干呢、啊，一世为官九世牛啊！你公务员的钱领了，你没有好好为人民办事啊！你欠多少人？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你要怎么还？哇，那还起来就麻烦了。哦，所以荀子当中讲的小人之学是只是听了然后讲给别人听，但君子之学是入乎耳著乎心，这个著乎心就是中庸讲的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哎，他有这样的态度，不乎事体，那些教诲他就转成什么？你现在看经典，每一句师父都教过，你不要以为说，哎，这一部经我也没听师父讲过，那你这是学呆了，这不是学知识啊。所有师父讲经，你都领悟了，哪一部经拿来你都会讲。但是要是领悟了，通了那个教理了，所以师父有没有讲？华严经你不是说教一品你会一品啊，师父听了几品一卷啊，师父就到台北去讲华严经了，会讲啦、啊，叫触类旁通啊。所以孔子很重视悟性、啊、举一隅不与三隅反则不复也。大家听这句话不要说那孔子也太小气了吧，不是的，他怕把你的雾门给堵了。全部都讲了似懂非懂，每一次就变成灌输了，好像填鸭了，把雾门给堵住了。大家注意看我们这个时代啊，你看一年级二年级小学那眼睛亮得不得了，哇，你一看就很可爱、很欢喜啊，很宝贝啊。你现在去大学一二年级看看那个眼睛怎么样？教育是开发灵性，怎么越教越回去了？方法错了，不能用填鸭，要启发，要导而复迁呢。啊，《礼记学记》里讲的，强而复抑，强是鼓励他，抑是打压他，否定他。你看没有学过教育的父母老师一讲那个话，深深刺伤孩子的心，造成学习障碍。李旭就有这个经验。我们呢初中的老师，同一个家庭教出来的孩子中文程度差这么多，哎呀，我修行太差了，我为什么讲的时候还难过呢？所以自己还是这个烦恼还太重，这个要勘验一下，应该讲这句话的时候要心平气和，调整一下心情啊。因为孔子说要心平气和才能讲话啊，不是孔子讲了，孔子是同样的教导了啊，这个应该也是读书人教导我们，心平气和则能言、哦、不然不心平气和这个话容易造业了、说这么多啊，总结一句话，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什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师父都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态度。其实我们这一生走这一条路啊，应该是非常幸福。为什么？师父走在前面帮我们
开通了，福报摄受了，又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好，我们只要会看又听他老人家的话，他都给我们这些法语，我们马上有烦恼就法语就滋润了，甘露就洒下来了。师父说这一次文化复兴啊，我们已经丢了100多年了，最少要3到5代人才能把文化整个复兴起来，所以这个是急不来。可是大家注意哦，反正要3到5年啊，3到5代人呢，又不是我这一代，哇，那完了，又听执着了。哎，听到3代5代人是什么？现在最危险了，因为要传到3到5代，我这一代这个棒就掉了，那还得了啊？哦，所以这个要当铺路石，因为师父讲，不是这一代就能完全全面复兴起来。哦，所以有师父的法，不会生烦恼。哦，当然也不是一下子就是这样。好像你去初学佛的时候，一遇到烦恼，很有效的方法，只要把师父的经教打开啊，差不多15分钟左右就没事了。天下哪有什么大事，不就是一个念头转不过来而已吗？想那么复杂。圣狂之分在乎一念。有时候你觉得最恐怖最严重的事啊，一念转了就是大菩提。会不会转而已。举个例子，释迦牟尼佛遇到割力王，惨不惨？你这一生有遇到吗？那看这个例子，我们现在遇到的不叫小巫见大巫吗？有什么了不起？芝麻蒜皮啊，我们这一生没有遇到人家要给你凌迟处死吧。对呀，就被人家骂了一句，就3天缓不过劲来。啊，所以以后有烦恼去读读金刚经。一读到这一品，哎呦不好意思。哎，不好意思，这个念头一起来，耻之于人大矣。彼可以百世为师，我何以一生瓦裂。哦，我们念劝发菩提经文，尊重己灵，念头就转了。好，所以师父讲，一切都要从真实心中做，这一句话不能当知识背。你真体会这一句了，你当下的身心不一样。阿瓦师教我要从真实心中做，我一个眼神也是真实心中做，我一个念头也是真实心中做，我一句话一个动作皆是真实心中做，我不搞假的了，我不搞表面的了。你说一句法语有多大受用？其实一句法语做彻底啊，这个人的自信就开始透光明了，因为每一句法都从哪里生？心。啊，所以李业老师啊，昨天的课程啊，大家听得很欢喜啊，笑容啊，大家同欢乐啊，笑完更重要的什么？一些重要的叮咛教诲要纳在心里面，是吧？哪一句要纳在心里？你们要赶快讲，不然李老师今天睡不着觉。你们犯的杀戒，恼害众生，哪一句啊？哇，李老师今天会梦到周公，梦到师父上人，念念为他人着想，
请问这一句话做彻底，这个人自信会不会透光？铁定会啊，他成片了，他念念都不为佛菩萨教诲，正念分明是禅定，定久了就是般若。好，那刚刚讲了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这一句话，你真正须臾不离呢，三个月就变弃子了。我们以前听说读书贵在变化弃子，这句话有没有道理？非常好的叮咛。假如学了三个月弃子没有变，那这个是绝对是学错了。你看老人家常常讲说，学的时候，每一年不一样。再来呢，每个月不一样。再来每个礼拜不一样，再来每一天不一样。所以祝福大家在这三十天呢，这么殊胜的因缘，期许我们大家呢每一天不一样。有志者事竟成。为什么要每天不一样？众生堕落的速度太快了。我们现在师父讲经了，谁是四大菩萨？谁是四大菩萨？当今之事，舍我其谁呀？要学佛就要当真弟子真干呢，四大菩萨就是榜样啊。所以要我就是地藏菩萨，我就是观音菩萨，我就是文殊菩萨，我就是普贤菩萨。地藏的大愿，观音的大慈，文殊的大智，普贤的大行。师父在汉学理念里面就讲了，我们汉学院培养的人就是要效法四大菩萨的精神。那我们听了师父这一段开示，四大菩萨精神跟我们身心融成一体，这个就是会不会学。会学的人，你大顺孝道的故事听完，大顺的精神就跟你的生命融成一体了。所以《弟子规》后面讲，物自暴，物自弃，圣于贤，可循之。那地藏菩萨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你不要说我现在又没有在地狱，你看人这些念头里面呢，分别执着太多了。十法界一正庄严，一个法界里啊，包含十个法界呢，有没有人中地狱？有没有人中畜生恶鬼？告诉大家，真正明因果的人都清楚，现在的众生绝大部分都在三恶道当中。为什么？贪嗔痴的念头占大部分，他已经在人中的恶道了。而且大家要注意哦，我们这一代人造业的速度是空前。以前的人一辈子才吃几次肉啊，一年可能就一天呢。现在呢，他一餐里面那不知道多少生命哦，所以现在人造业的速度那是真的不知道比古代的人多多少倍。所以你看到他现在在贪嗔痴，他下去之后那个地狱的时间也是超过以前的人不知道多少倍。
你说像那个昌寒呢、啊？对不起啊，我还没跟你商量过啊。我要向李烨老师学习，要 for example 以前啊，要先问过当事人啊，他的事例能不能讲啊？这个要跟李烨老师忏悔，我昨天听课还没有很好的领受啊。人与人交流感情，事与事维持秩序，国与国保持常态啊，这个人与人呢要相处，要人情事理要懂啊。昌寒，您的例子可以讲啊、哦。我这么在这种场合讲，有一点逼得人家不得不答应哦，好，那感谢感谢哦，所以你说像这样的情况，他再下去什么时候出来？可是告诉大家，他在我们大饭店文法，他一觉悟那不得了。他一觉悟，他整个村的人全部都种一个善根，这样的人都能变好，他到底是接触了什么？所以你说烦恼跟菩提那个妙就妙在这里。所以人什么都不怕，就怕不觉悟而已。一觉悟了，以前所有的错误啊，都能传承供养众生觉悟的资粮。所以人不要活在懊悔当中，那太愚痴了。过去的事只要觉悟了都是法，还有什么好懊恼的？所以讲以前的事还掉眼泪啊，那没有什么话好说了自己去想吧哦，不为伤心再掉眼泪，过去勿留滞，不要心又留在过去，在那里伤感。过去要汲取人生的教训智慧，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哎，未来勿将盈，未来预知将来结果，只问现在功夫。你在那打妄想，当下福报都爆掉了，没有好好利用。所以现在大家听课有没有关注在当下？还是在想我能不能被录取？得失心又在作祟了。告诉大家，九九八十一关哦，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当大家接到通知说要来上课，或者是通知啊，报名啊，英国汉学院，这个过程你们有没有烦恼？有没有起伏？哇，你们完全都没有，那岂不是要受小弟一拜吗？哎，那些起伏，你要好好下功夫啊！这些你不对治，让你去英国去念英国汉学院，把你给害死了。为什么？你一去念一出来，英国汉学院的硕士。哎，我们现在的根性是去培训五天，出来走路就有风了，到处讲。哎，我听过什么课什么课了？哇，再拿个硕士，那还得了啊？那眼睛不是长这去了？哦。所以发愿的都有佛菩萨安排，上了佛菩萨安排，不上也是佛菩萨安排。OK， 我给大家讲的这么肯定啊，是因为我考试很多次没考过关
现在是什么惨痛的经验供养给大家，别耗那些精神。哦，那当然其中还有一点呢，人在因缘当中啊，不要得失，不要攀求，人的念头要止在本分上，这是有考试的。我感觉这是我们都会遇到的。李旭当时候在教书的时候带了一个毕业班六年级，结果呢是六月份才毕业，师父在澳大利亚晋中学院办佛学讲座，是五月底开班。哦，我听了师父讲，五年做真菩萨，一篇观点叫五年做真菩萨，我听了慷慨激昂。师父说有二十个人真干，我们就办佛教大学。然后谁肯真干呢？没有关系，我们那个房间都换成上下床，谁愿意来，我们都欢迎他。结果一听很激动，就把工作给辞了，就跑澳洲去了。当时候是六月初才开学啊，然后打电话去问的时候，那我们呢是五月底开班，不收插班生，那这个就抉择了，我的要去参加这个班，可是参加了我又没有陪这一班孩子走最后的路啊，这是我的本分啊，我教育的一个认知啊，说啊算了，还是要把这个本分尽完，没办法去算了，我先在山下就好了，山上晋中学院开佛学讲座没关系，我去山下那个晋中学会布里斯本就好了。我就安安心心的，这就是一个抉择哦。假如我先请假走了，我那一关就没过了哦。我安安心心的把这个班带完，突然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我已去跟总干事讲了，他破例呢给你报名，你看路自己就走通了，一切法从哪里？心啊，你心偏掉了，那就是随业流转了，业力做主哦。人生酬业哦，你心用对了，是佛菩萨安排，自己不用操心。好，去了，去参加五个月两次佛学讲座。哎，了解了，办签证居留啊，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告诉大家，还是不要太冲动哦。哦，这个先了解一些情况，客观情况。好，不过这个冲动当中呢，假如没有自私自利啊，还是有佛菩萨护着了哦。但是可以比较冷静一点，为什么？在事情当中，事实上也是有流露出一个人的个性。我是比较容易冲动的，你们看得出来了，你们都很慈悲，日行一善，都没有反应，让我不过还是要承认蛮容易冲动，到目前为止还很容易冲动，幸好旁边的李业老师啊，这些同仁啊，每一次我要冲动的时候，他们就会这样Hold on 啊，提醒一下啊，这个有这个善有为一哈，劝发菩提心文也讲得很清楚啊。当然去了澳洲没有办法居留下来，
但是公务员迟了，回来得重考哦。哎，有没有烦恼？这就是勘验哦。你要没有烦恼，哎，后来呢？又带了一个学期的课，我那个学期那是全校最难管的一个班了。当时候他那个老师教书40年，最后一学期受不了了，提早退休了。结果我师范学院的同学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学校这个6年级毕业班，哦，然后还叙述了一下他们班的情况，说你敢不敢来带？哦，我马上那时候想到观世音菩萨，要效法一下，好，就去带了。哦，也不容易带啦。那个真的很刺激啊。为什么说很刺激呢？你不知道他每天会出什么状况，尤其他又有四大天王啊，四个最调皮的。然后这哇，每天都感觉好像快撑不下去了哦。结果撑了一段时间呢，跟这些孩子都熟了啊。有一次，这个四大天王过来我桌边，还跟我聊天，他们也很可爱的。我说老师啊，我现在每天来都很怕你，不知道你要给我们出什么招。我心里想说，我也怕你出什么招，但是我要笑一笑，不能露底了。这个时候这个孙子兵法是很重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那一年那一个学期带完，接着就考试了。哦，因为台湾他现在学校的名额太少了，所以可能上10万人以上他有教师资格，没有办法教书，他考进很难呢，可能1%都不到啊，这么难考。结果我就去考了，哇，怎么考成绩都不错，被取，好几个地方都被取，考不上。哦，我爸爸一开始陪我去看榜单，最后他都不敢去了。哦，然后呢，我考完结果没考上啊，我爸很认真的看着我说：“你的实力不错啊。”还是很鼓励我啊。哎，但是我事后想想啊，还得考得很好。为什么？假如我考得不好，我说我要到海口，我爸说：“你怎么逃避现实？成绩这么差，赶快到补习班去补习，是不是？”可是我都考得很好，只是没考上啊。那又刚好有这个机会，他又不忍心否定我，那你先去看看，不行赶快回来。所以连考不上都是佛菩萨安排，真的哦。我差0.5分考上了啊。结果我前不久才读了那一句话了，就想不起来。所以我在那折腾了10分钟，我说我明明刚读完，不是我一定想得出来，就在那撑半天。我国文都是考80分左右，因为我连续3年考试。可是那一年是第4次考了，连续4这样一直考下来。结果那一年我还读了这一句，哪一句呢？我怎么想天生我材必有用，天经善尽还复来。所以我刚刚想不起来，也是佛菩萨安排。为什么要给大家表演？表演什么呢？当你想不起来的时候，不是你不会，就好像说你有一张提款卡，然后你提款卡送进去呢，密码暂时想不起来，
所以还取不出来，密码想起来了，钱就取起来了，所以你是有钱的啊。哦，所以那个密码要怎么想起来呢？你念十句佛号，心静下来就想起来了。哦，所以你越想不起来，你又不能越着急，越着急就更忘了。哎，所以就是要静下来，所以叫清净心生智慧。哎，就我就因为这一句啊，搞得我中文考了68分。就差0.5分，那一题2分就没考上了。哦，所以这个一路走过来再回头看看呢，佛菩萨加持不可思议，该让你考不上也是有含义在里面啊。结果我回到家跟我妈妈讲说，哎呀，我那怎么考中文这么难受都写不出来。我妈妈说，对呀，我在家里帮你念佛，好像念得也很烦。早上的时候，母子连心是真的。哎，就慢慢每一个人在修学过程呢，这些事情呢，都会体会得到。好，所以我们谈到啊，师父尤其在今年过年的时候的开示。特别强调这一句，其实就是引了善导大师的教诲，一切皆从真实心中种，不善的身口意三业皆从真实心中舍，要放下啊，做的每一件事，一举手一投足都用真诚慈悲心去做啊，平等正觉清净心去做。所以我们今天念经文也用不分别不执着真实心中念，这样才会打破我们的学习惯性，那个惯性就是知识性的学习才能打破。大家要注意，这一关不打破啊，非常的危险。因为弟子规告诉我们，不力行但学文，你知识性学习没有打破，就是这个状态。你不愿意掌佛法，他不知不觉就掌佛法，这是真的是一个惯性，无始觉的惯性。尤其孟子也提醒我们，人皆好为人师，人学一些东西了，也觉得自己技不少了，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把这个好为人师的慢就调动起来。好，那我们会学读每一句经，不分别不执着，甚至于你见每个人不分别不执着，你都把它当佛菩萨过去父母未来诸佛看待，就把我们的分别执着给打掉，都在六根接触六尘当中用功。那就像我们每一天念回向偈，上报四重恩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请问这一句同生极乐国有没有真实心念出来？同生极乐国就是无量寿经的一切皆成佛，这句话真的是从内心念出来。我们见一切众生是什么心？希望他同生极乐国，这就没有分别执着。所以勘验我们的回向记忆是不是念入心呢，就看我们接触一切人有没有念念希望尽力护念他往生西方的心，
这就勘验出来了哦。所以李炳南老师讲了一句话，李旭印象很深。他说：“你已经闻念佛法门，你还不劝人念佛，就是没有慈悲心。”啊，乍看之下有这么严重吗？事实上，我们已经学佛了，都知道不出离六道要常劫轮回。那我们既然知道有当生成佛的法门，见到了又不尽心尽力护念他，那我们慈悲心何在？当然那个尽心尽力护念啊，大家也要知道不能是又变成一种执着。哦哟，对啊，昨天蔡老师举了李炳南老师这句话了，好，我一看到个路人，哎，要念佛、哦。你要看跟他的缘分嘛，啊，你一拉他，哎呦，这个学佛的人怎么这样神经兮兮的？哦，他要让人家能接受的，人情世理要能接受，多少缘讲多少话，没缘不讲话，造缘，怎么造缘？你念佛念的容光焕发，他就问你了。你念佛念的身体都好过来了，你念佛念的脾气都没有了，这不是帮他造缘？所以为人演说都是造缘，大家不要急着啊，谁没念呢？谁没念呢？都在着急家人没念佛，更要着急的是什么？自己念得得不得力的，那家人有缘呢、啊，他随时看着你啊，你修得好，自然就影响他。再来，你往生的时候还可以开一个往生大会嘛，是吧？啊，现在就开始列名单，哎，以后功夫成就了，哎呀，那太自在了。啊，所以故事不能白听了。啊，香港河东爵士的夫人嘛，哦，他们家都是基督教的，啊，结果他老太太念佛，儿孙也都尊重他，最后说我们儿孙啊，这个母子啊，祖孙一场，啊，明天我要回西方极乐世界，你们送我一程。人之常情，大家都来了，最后十几分钟无疾而终就走了，那全家人看了那很震撼的、啊。好。好，所以今天一开始因为刚好听到大家念劝发菩提心文、啊、有感而发。啊，结果课还没上，哦，就是念到这一段，大众诚能不弃我语，则菩提眷属从此联姻，联社终盟，至今帝豪。我们念这一句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当下就是这个境界？有没有感觉我要去成就这样的因缘？这是志气哦。孟子讲的啊，待文王而后圣者，凡明也。懦夫豪杰之士，英雄豪杰虽无文王由心，就是你等着要有文王这样的榜样出来啊，你去效法啊，你才肯跟随他去干啊，不然你不相信做得到吗？不可能吧？哎，有做到了，你才肯跟，这叫凡明也。
若夫豪杰之士是没有文王在前面，你还是勇于承担，带头去做。所以这个就勉励我们了。师父就是我们的好榜样。师父自己小时候那个印象，佛教就是迷信啊，这是摆着客观的现实啊。老人家遇到了一个佛法的低谷啊，那周游列国效法释迦牟尼佛弘法，效法孔子。那这样的做法有没有哪个人做给师父看？啊，周游列国这样做。但师父有志气啊，为什么？因为张家大师教他，你学释迦牟尼佛。看师父好学生哦，听话啊，然后答应了老师，终身不变，信义啊。师父的人格特质，这个意志啊，真的是做得太彻底了。信义，你看答应张家大师学释迦牟尼佛，学到今年58年了，其实应该是65年，当下受持就开始效法，最后就水到渠成出家弘法。师父出家弘法给我们启示啊，发了愿随顺因缘，敦伦敬奋就对了，不用去攀缘。很多人发了愿，我一定要去见老法师，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定要怎样才行，那都是他的想法了嘛。啊，他一有想法，他就要执着要这么做，因缘又不成熟，他就生烦恼。所以真的烦恼是自己找。你看人家师父发完愿，而且张家大师教的可仔细了。张家大师说，你出家学释迦牟尼佛，你不用去找。师父想说，不找那怎么出家？张家大师说，让人家来找你，是吧？结果机缘成熟了，福州的法师，福州的居士来祈请老法师出家，2个月啊，从台北到台中啊，这个是58年前啊，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的，2个月来了9次啊，哇，太真诚了，哦，所以福州人修了不少大福报啊，祈请老法师出家这个福报啊。福州人修到了，啊，新疆人加油，东北人也加油啊，大家一起加油。好，所以当下我们共同发愿，啊，以师智为己智，啊，师父都已经在前面了。给我们做很好的榜样，我们算是比较有福报的。发愿呢，当下就是菩提眷属，就是莲社宗盟。老法师在讲经的时候曾经讲过，他没有看过六合敬的团队。师父那时候说他走过世界那么多地区没有看到和合僧团。请问当我们听到师父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内心起了什么念头？诶，你们都听过了，麦克风准备，你们当时候听到这一段内心是什么念头跟想法或者感受，有没有学长分享一下？
哦，好。哎，泽纯学长，听到师父讲这句话，第一心里就是特别难过，再一个就是说想在当下这个团队当中要向六合敬的方向努力，跟一些大众和好，要表好法，对，是啊，谢谢，很好，哦，要有志气啊，刚刚他讲的很难过，难过要化悲愤为力量。大家要想一想，老法师的学生有多少？师父讲这句话，不就在点化我们学生吗？当我们听到老法师说我没有学生，我们是要难过还是要支持敬忽悠？所以听师父的话要很用心去领悟啊。没有六合敬团体，那代表六合敬是四个人，所以谁听不听话这个我不管，我一定要听话啊。其他三个人是谁不管，四个人当中一定要有我一个。我们不是用这个心态听什么都是分别执着，其实有这样的认知啊，还是因为师父教导的哦。所以李旭是真的很感谢佛菩萨加持，初学佛啊，心很珍惜啊。到那个高雄晋中学会去拿法宝，结果听经的时候，因为晚上啊，刚好悟道法师讲经啊，我就吃饭等着晚上听经啊。就吃饭的时候，又播师父讲普贤十愿，师父讲到请佛住世啊，就说你看这个世界，多少人能闻佛法，闻到佛法的人又能闻正法。闻到正法的又是能当身成就的法门，又是持名念佛，这样的机缘多难。那你不请你自己住世，你请谁住世？哇，那是当头一棒啊，把我们这个分别的心就啪一下就打掉了。所以谁做不做佛，那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自己呀，要真干才行了。所以后来我到晋中学院，我一看到人呢，我就跟他说：“哎，我们来组织六合僧团。”我觉得我那时候还挺傻的，初生之犊不畏虎啊，见到人就是。四个人敬和同结，可以把佛法弘传到全世界。结果我太唐突了，人家搞不清楚状况，也不知道怎么回应我。现在我比较腼腆，不敢再乱要。所以念到这一段呢，也跟大家共勉。所愿同生净土，同见弥陀，同化众生，同成正觉，则安知未来三十二相，百福庄严，不从今日发心立愿而死也。愿与众生共勉之，幸甚幸甚。好，这一节课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诸位家人，上一节课跟大家谈到
劝发菩提心文当中的教诲，其实当下就可以是菩提眷属，莲色中蒙，当下是可以是莲池海会，就看我们善用其心。哎，李旭刚刚提到初高中的时候念的读出师表，不哭者不忠，读陈情表，不哭者不孝。李旭是感觉读劝发菩提心文，不哭者没良心了。所以刚刚李旭才问你们，你们在这样念下来有没有感觉身心有什么感受？哦，好，那包含啊这个劝发菩提心文里面啊以师字为己字啊，也都讲得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啊，像经文当中啊，尤其最后令正法得久住的部分，令正法久住，提到这个正法相法皆已灭尽，仅存末法，有教无人，邪正不分，是非莫辨，竞争人我，竞逐利民。这念着呢，内心啊是很多的感触。首先我们的命啊是佛陀，是师父上人救的啊，法身慧命。但看到现在佛法这么衰微啊，我们绝对不能袖手旁观的，都应该尽我们的本分。所以师长老人家他感恩佛法的恩德，感恩传统文化的恩德，他说道，今天佛教的状况啊，释迦牟尼佛都流眼泪，我们是太对不起世尊，他老人家做榜样啊，效法释迦牟尼佛讲经58年不中断，历经多少的磨难，不止没有退心啊，信心跟坚定更大的承担。所以听到师父在讲啊，释迦牟尼佛流眼泪，那我们身为释迦佛的弟子，我们要有支持的心啊，我们要做第一弟子啊，无量寿经说的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这个就是在念无量寿经当中就有直下承担的心，而不是念着佛经是佛经，我还是我，那还是分别执着。今天是已经有师父这样的好榜样，我们还不做啊，那我们糟蹋了自己无始劫来稀有难逢的因缘，所以这个是最对不起自己的。那面对传统文化啊，师父说5000年文化传下来啊，他自己啊在这样的社会没有随波逐流，都是从小有遇到传统文化扎的根啊，他老人家谈到纵使牺牲他的生命也要把传统文化传下去，这是师父在给我们表演如何当炎黄子孙，如何当佛弟子。
而师父这个志向也是我们的志向。因为传统文化佛法要振兴，是要几代人锲而不舍的努力。师父他人生的志向，首先呢，让我们体会最深的是为佛教证明，明证呢才能言顺，明证呢所有人接触佛法他的认知才正确，方向才正确。所以师父有讲说，现在佛教有六种形式啊，我们不是把这六种背下来，是体会现在佛法的衰微。谈到这里，我们就会想起《劝发菩提心文》里面讲，不知佛是何人，法是何意，身是何名，衰残至此，殆不忍言。看到法那么衰，我们情何以堪？所以祖师有志气，天虽高，不能覆我；地虽厚，不能载我。集众罪人，非我而谁？他很有责任，他很有志气，人生不能生无益于死，死无益于后，这个都是志气啊。这一生活着要能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才是有责任的人生。要内无益于己，外无益于人，那就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众生。所以师父讲这个六种佛教，其实也是在劝我们发菩提心，把这份使命责任呢提起来。大家要了解，众生皆佛，他是邪教的佛教，他铁定堕阿鼻地狱，这个因果是铁定的。那《劝发菩提心文》里面讲的，众生都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菩萨观于蝼蚁。我们发大乘心啊，要行菩萨道，读到这一句，要转成生活、工作、处事待人，遇到一切众生呢，劝他们发菩提心。你今天刚好看到一窝蚂蚁，给他们皈依啊，劝他们发菩提心。所以在大乘《梵王菩萨戒经》里面讲到，有受戒的人，当然没受戒都要发这个心，就劝这些众生啊，汝是畜生呢，当发菩提心，给他种一个善根。所以真的劝发菩提心文字，字字是血泪呀，都是把我们往菩提道上，往了脱生死上劝的。所以我们也不辜负啊显安大师这一份苦心。我们读一句啊，想着怎么给他落实一句。那既然众生都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我们再看到他学偏了，学邪了，我们看到邪教不是跟他对立，生怜悯心。所以这六种佛教听下来，
我们会很有感悟，甚至会因为听了之后知道我的责任在哪里。所以听经是要听出使命感啊。哎，邪教那他要邪干我什么事呢？众生的事没有一件跟我无关，因为众生是我们的过去父母，因为众生跟我是一体。我们学佛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明了宇宙人生真相啊，就不想用分别执着，不想用错误的人生观在过生活，不然我们就白遇佛法了，白遇了还造业。为什么不依教奉行？不就是玩弄佛法、消遣佛法吗？那既然知道众生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那怎么可能还可以跟他对立？怎么还可以毁谤？怎么还可以怨恨他？那我们明了这个理，还不是还是继续颠倒？那不是糟蹋自己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因缘？所以明白了这些宇宙人生真相，就要用真理来生活，不随顺烦恼习气的。人真的这个心态有了，言语都柔软了。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是过去父母，哪有你讲话还这么冲的？都是未来诸佛，那礼敬诸佛。请问大家，你在老法师前面讲话会不会很冲？我在老法师面前轻声细语，一转个头就骂人，这个我见过啊，把我给吓坏了。哦，本来对我讲话轻声细语，突然他们的同仁一进来，哗一下骂得很凶。骂完还回来对我笑着，我有点起鸡皮疙瘩。他挺有功夫的，他可能学过四川的变脸。可是告诉大家，他也在提醒我们啊，提醒什么？修学第一关呢？打破哪一关呢？习气使然，浑然不知啊。他很想修行啊，但他问题出在哪？他自己都搞不清楚。哦，就像我们所长学长那一天，他很无辜的跟大家分享，啊，提到，哎，他觉得自己挺谦虚的，哎，结果怎么所有的人都说他傲慢？那他自己不知道啊，他不止不知道啊，他还错误反方向认知，他还就觉得自己挺谦虚的。那你说这怎么下功夫？所以这个时代，偶业大师说得好啊，修行啊，要善有为一啊，善的这个偶业大师讲，持戒为本。一定要有基础才能学大乘佛法。师父指出具体的下手处，三根就是戒。三根加沙弥律，持戒为本，净土为归。你要有归宿啊，你要能出轮回。出轮回靠自力啊，太难了。佛经上比喻的，要断见思烦恼，就好比在瞬间要把40里的瀑布截断。大家想象一下，因为那个瀑布的水那么浩大下来，你怎么在瞬间把它截掉？所以40里的瀑布比喻什么？
我们层出不穷啊，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那个烦恼，你都不用跟他说好，我深呼吸一下，准备把烦恼找来，你都不用跟他 say hello 啊。他随时跟你形影不离啊，你挥挥挥都啊，烦死了烦死了，还是没办法。所以这个时代要靠自力啊了脱生死几乎啊很困难。所以我才开这个特别法门，他力法门，恶力法门。这个也是因为阿弥陀佛看到众生想脱离太难，发48字大愿，这个叫门于大道啊，84000法门以外，一个最特别，还可以有靠他力的法门，其他法门要靠自力，不容易。以我们现在的根性，太难。所以其实把断烦恼的难度看清楚，知道自己根本没有机会出轮回。这个时候对阿弥陀佛的那种感恩心啊，自自然然就升起来。怎么报他老人家的恩？赶快念佛，别辜负他老人家。这个感恩声一起啊，佛号就很容易提起来。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啊，我们懂得这个佛法道理，当下就去用这个真相去处事待人接物。那我们今天听到邪教，那我们过去父母假如在其中怎么办？所以每天要回向啊，希望一切众生都闻正法，求生净土。告诉大家，你不要小看一念轻微哦，以一个念头周遍法界哦，以一个念头就跟十方诸佛融在一起，同一磁力哦。只要你这个念头用对了，十方诸佛的愿力跟你这一念的愿力相应，他们全加持上去，他跟我们是同体的。所以师父说，年轻人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大家借了没有？那么借借在那考虑半天你们要有信心呢 啊李旭是初中高中中文这么差啊，我们一个老师，高中中文老师，我中文考44分，全班倒数第二名。他拿着考卷很生气：“你瞧不起我的国文？”我那时候眼泪只能往里面吞啊，因为有障碍。因为初中老师说，同一个家庭教出来的孩子语文差那么多，已经中了一次伤了。接着高中老师又把我的考卷丢过去，瞧不起我的中文，我把它捡起来，哎，现在讲的时候还没有那么难过了。这个要勘验嘛，刚刚才说不能难过，要心平气和，不能都讲给别人听，自己要劝自己要受用。所以一直有障碍的，所以这个障碍真的是师父化掉的。所以善知识的恩德太大了，不然我们这一生就不知道障碍到可能埋下去了，这个障碍都还没有去除掉，那就平白浪费了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东土难生啊，我当中国人的机会就这样埋掉了。所以讲经的人才太
太太重要了。你说一个师父这样的大善知识，救了多少人的化身会？所以我们一看到榜样呢，要有志气。我们也要像师父这样，你不要打折扣啊！取法乎上，不重则重；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取法乎下，了无所得。啊，你可不要说我这一生能下品下身就不错了。你立那个，到时候临终啊没有抓到，那不是下去了？你就定个上品上身，再怎么不小心也有个中品上身。这个都是看见我们的心态哦。所以当时候就是师父讲到了汉字文言文是老祖宗给我们后代子孙最大的慈悲，高度智慧。师父说文言文的发明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发明，超过一切的发明。这真的不是假的，没有这个文明，人们的灵魂就不见了。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我们先不要说其他的民族，就以我们中华民族就好了。才几代人没有学，现在的青少年变成什么样子？不得了啊！在河北有一位范老师，他是范仲淹的后代。哇，我看他的相貌，高兴得不得了啊！因为我们以前读历史课本，常常都会看舜王的照片、尧帝的照片、汉武帝的照片、唐太宗都有啊。其中司马光啊、范仲淹都看过。范仲淹先生他虽然吃不饱啊，可是你看他的脸是圆的，所以人那个脸相是修出来的。有一些人瘦瘦的但脸特别大。李老师年轻的时候啊，他才40几公斤吧，但他的脸都很大。对啊，所以福报要靠自己修。放心，有法，有秘密武器。我告诉大家秘密武器在哪里？劝发菩提心文里面有秘密武器啊。你们想起来哪一句是秘密武器没？言多善，则莫若发菩提心；言多福，则莫若执持名号啊。所以你这一生没福报没有关系，要用秘密武器，一心观理，万德洪明，能灭众罪，果能一向专念，自然垢障消除。我念到这里，你有没有身心清安的感觉？你假如有，你是带着毫无怀疑的心在听这一句话，信心清净，则生实相。你马上就入那个境界了，但是要保持。果能一向专念，自然垢障消除。不但道心纯熟，且可福慧增长。所以只要肯念佛啊，你过这一生再没有福报啊，你很快命运就转过来了。
所以大家看了很多念佛人，他都已经是癌症那么严重，没有福报，念一念啊，三个月六个月病就好。你看刘树云老师，他那个病那么严重，比癌症还要严重的红斑性狼疮，有没有看他这样相貌越来越好，见贤思齐啊！讲到这里我就有点没有底气，我的脸都没圆起来，有没有圆一点呢？哦，就谢谢大家的鼓励，我会再接再厉。哦，啊，吃只是个缘，因还是要修福报。哦，没有福报啊，吃再多啊，依我40多年的经验，叫浪费国家粮食，还是胖不了。所以一切都要从根本修，从根本转动才行。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同。那师父在讲这个六种佛教，第一个邪教的佛教，我们更有使命感。我们坚信一点，显正破邪，因为人之初性本善，因为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李旭虽然中文不好，但是因为听师父讲文言文是老祖宗最慈悲的恩泽，我当时当下真的是流眼泪啊！怎么这么糟蹋老祖宗的慈悲心啊？很奇妙，眼泪流一流啊，执着放下了，洗涤污垢的心灵啊，对祖宗产生感恩心了，再把文言文打开啊，好像没那么难。从这里也体会一点呢，一切法从心想，所以烦恼跟障碍也是我心的问题，外面没有事的，事事是无碍的，是我们分别执着产生障碍。自信没有障碍，境界也没有障碍，肯放下就能入华严事事无碍的境界。所以开始读文言文能欢喜。接着师父又把李炳南老师的一句最重要的法又传给我们了。师父提到李炳老教他四个字，师父都在他摄影棚啊，把这些老师还有护法母亲挂起来，父亲的照片找不到了。最近找到啊，抗战时期他的校长周邦道老校长的像，师父赶紧加喜把他挂起来，好跟我们周春堂教授就周教授长得跟他父亲最像，那个照片洗出来，哇，真的太像了。师父都给我们表演了知恩报恩，每一堂课都是给自己的老师、父母，还有护法啊，韩英馆长，感他30多年的护持，给他们做报告。所以刚刚跟大家讲师父的义呀，刚刚讲师父信义，答应老师终身不变，师父的恩义、恩德都记住。老师的孩子跟自己的兄弟没有两样，都报这个恩。那后面再跟大家讲一些例子。所以在李炳南老师下面最重要的教诲四个字。哪四个字？至诚感通。诚心我们有啊，只要我们肯提起来啊。那只要提起真诚心呢，那就可以跟佛菩萨感通。
那体会多少就分享多少，所以上台有什么好恐惧的？跟人家讲传统文化有什么好障碍的？会多少就讲多少啊！那供养又不是说你要讲得很深才是供养，你全心全意毫不保留都是圆满的供养。佛法论心不论事啊，哦，哪有说在讲台上功德大，在厨房功德就小？那讲这个话的人根本就已经严重的分别执着了。所以《金刚经》是破执着了，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离这个执着，做任何弘护的工作都是圆满的功德，没有分别的。所以祖师大德啊，佛菩萨很慈悲，都破我们的执着。所以很多佛菩萨来示现在哪里啊？在厨房啊，寒山拾得一个文殊，一个普贤啊，在厨房里面干活啊，众生还看不清楚。后来风干和尚遇到一个当官的要上佛寺去啊，就问说这个山上佛寺里有没有高僧啊？这个风干和尚有啊，那个文殊普贤就是寒山拾得啊，就是了。哇，那个官员很高兴，我就上去要找寒山拾得啊，结果他们两个身份暴露了，就跑到一个地方。好像就把山合起来，合起来以前说弥陀老蛇，哇，那些人一听，哦，讲这个话的人是弥陀，那风干和尚疯疯癫癫的呵呵弥陀啊，就赶快又回来，哎，风干和尚作画了。哦，那文殊普贤不也是在破我们的执着？所以大家，我们呢，要赶快放下分别执着，不能高下见哦。不然有可能那个端菜过来的是普贤菩萨，然后你还瞧不起他，这个念头就麻烦了，造业很重。哦，所以得要战战兢兢。哦，这对每个人不可以轻慢，不然有可能就得罪佛菩萨了。哦啊，不是啦。佛，你得罪佛菩萨，佛菩萨不会跟你计较啊。但是你这个念头，这个就造很重的业。尤其是法越弱的时候，众生堕落越快的时候，佛菩萨感应来护持的是越多。为什么？佛菩萨慈悲。哦，所以当时候听师父讲，李炳南老师教至诚感动，我们就很相信了，然后就稀里糊涂的就上台去了。啊，我中文都考不及格，你们的中文都比我好，所以你们会比我超过我很多。哦，今天把这个挂碍放下，哎，这样呢？我就可以去参加培训班。哦，你们上来讲，饶了，不对。哦，我跟李烨老师都很想说静下来上上课啊，我们两个都没有好好参加培训。哎，那你们程度都好，应该你们来护持护持我们。哦，不然我们都没有机会好好静下来当学生。都被人家叫老师啊，很危险 ，very dangerous。哦，所以当时候相信师父的教导，没有一句怀疑，我就到了海口了。哦，而且李旭真的是觉得那个加持力太强了，
中文不好都没关系。结果我在台湾呢，看一篇文章，刚好报纸上报法轮功的事情，结果那个报社的人也没学佛啊，就报啊，就写了一句：法轮功是比佛法更高的法。你看，我看这一句，你看有善知识教导，一看就知道他是写的。我说他连佛法是什么都不知道，佛法是平等法，佛灭度其灾其灾，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的，这样佛法是平等。他还说他比佛法高，他根本什么都不懂，不是一下一句话就知道他是邪的了。所以先学师父的认识佛教很重要啊，我们就清楚什么是佛教啊。我就起一个念头，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报道里面说，这些练的人呢，命都可以不要，就是要练呢，他还可以自焚。哦，我看得很震撼，我说我都不敢自焚呢。他的向道之心比我强啊，只是他遇缘不同啊。哦，那时候听想起师父说，总在遇缘不同，很感慨啊。师父又说，显证就能破邪。我说这些人假如遇到师父的法，那不得了啊。啊，结果后来我就到海口了。那半年之后我到深圳，啊，差不多一年，啊，不到一年了，啊，十个月以后，我跟李烨老师啊几个同仁就开始到全国各地走了，所以在海口的时间不到一年。后来我才知道啊，我们教室里面呢，很多之前练法轮功的，我在的时候不知道啊。结果呢，他们怎么转换的？他们在劳教的时候是看师父讲经的，你看国家非常爱护人民，哎，把他们转化好了，让他们回到原工作，这是德政啊。结果我就想，我说我当时候看报纸就起个念头，说哎呀，这些人假如闻正法，那道行不得了。你起个念头，后面都会有感应哦。哎，之后你跟大家分享，底下做了不少以前念法轮功的所以李旭真的很相信一念骗虚空法界啊，不是假的。到目前为止啊，李旭发了几个愿呢，都实现了。我曾经发一个愿呢，我家族里面一半的长辈都在教书啊，跟教育部教育这个行业特别有缘呢，所以就想说自己能不能做一点事供养给教育界。后来三年前，南京居美星就办了一个校长跟幼儿园园长的培训。哦，那刚好啊，主办单位给李旭这个学习机会，就去，结果安排六个小时。结果讲好像还很多没有办法分享，结果回到马来西亚去继续讲，最后讲了差不多30个小时左右，哎，满了我的愿了。为什么？因为这一套光碟讲了之后，假如有缘分成熟的啊，那这个学校啊或者这个地方就可以跟他们交流了，那我就进了这一个心愿呢，就跟教育界的人结缘。我曾经念大学，结果大一的时候，我的学长说大学叫 university， 啊，叫有你玩四年。
哎呀，我最黄金的四年就这么没了，所以要化悲愤为力量。我就不希望说大学生还这样了，啊，那就刚好有大学邀请，啊，他们要把这个光碟录下来，啊，还提供给很多大学做什么新生培训，啊，也蛮我的愿的，哦，所以李旭感觉有愿必成，只要我们的愿不退，无量寿经绝不虚言，啊，人有自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刻苦，何怨不得？啊，所以师父也每一个愿都在实现的，哪怕曾经都是真的是太艰难，太艰难了，都是这样跨过来，而且艰难也是佛菩萨在考我们，是干真的还是干假的嘛？没有这些境界，怎么考得出来呢？所以师父要为佛教证明他老人家做到了，他老人家讲邪教的佛教，企业的佛教啊，我一听到这几个字很痛心在哪，企业的佛教要把佛教拿来什么做生意啊，那不是批判如来吗？这个果报很严重啊！释迦牟尼佛怎么做的？毫无条件呢、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他有跟众生谈过钱吗？那我们跟着他老人家学，要依照他老人家的教导啊，怎么可以把佛教拿去赚钱呢？哦，所以师父让我们佩服。都是依教奉行，所有的法宝全部都是免费结缘的，观光的佛教，还有学术的佛教，你把佛法用成学术，当知识，当古董，就像汉学变成文物一样，众生不得利益，甚至有一个产生一个误解，经典没有办法，那是理想，只能挂在那，只能当研究，大利益就被我们错误的认知、错误的方向带动给砍掉了。所以研究人员方向错了，也有因果责任哦。凡事都有因果，所以师父讲这六种，还有一种是教育的佛教，是佛陀的原始佛教。怎么恢复佛法教育的本来面目？学佛陀啊，讲经49年，说法300余会啊。所以你看师父一个人，才一个人真干，力量大不大？大，更何况我们同发菩提心啊！10年以后，我们再相聚啊！应该有聊不完的心得。所以师父第一个愿，恢复佛陀教育的本色。而俗话又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百闻不如一见。我们今天发菩提心，这个在我们明白道理了，我们发菩提心，这是我本有的，众生跟我是一体，我把菩提心发出来。还有一个是随事菩提心，随着你看到一件事的感悟啊，又再发菩提心，
比方说刚刚跟大家讲的，没有文化就失去灵魂，那个范公的后代啊，那个面相跟他跟范公啊太像太像了，就跟我那个高中那个课本里面那个范仲淹的像。范公还拿了一个上朝的那个笏啊，这个照片就是这样。结果他就讲他在河北办道德讲堂，每一次才二三十个人，他场地小，他说每一次都有青少年来上课，每一期青少年最后分享都说，我还没有来上课以前每天就想着怎么杀害父母老师，每一期都有，对他太震撼了，他讲的时候都流眼泪。他说我们的下一代变成这个样，所以等于是看到这个情况在念法是何意啊，佛是何人，身是何名，衰残至此，待不能言。你说我们下一代变这样，祖宗多担心呢？所以这个是因为他遇到的事，那感悟太深了。那师父因为在新加坡团结宗教，因为师父学华严经啊，那表演华严境界，把全世界觉得冲突最大的宗教团结起来了。你看华严经厉不厉害？有佛法就有办法。接着因为这个成就啊，就上了澳洲人家礼请他，所以澳洲人有福报啊，他知道尊贤了，颁给师父永久的居留，荣誉的功名。哦，结果去了澳洲就推向联合国了。哇，到了联合国才知道几十年的联合国这些专家居然不相信伦理道德，那那个震动多大。师父说居然连专家都不相信，全人类最大的危机是信心危机。师父有没有发菩提心？有，好人做到底，得救这个世间的信心危机，所以创办庐江文化教育中心。所以人随着际遇啊，再发菩提心。师父办汉学就是菩提心的落实，因为师父看到了，居然把我们中华民族的汉学搞成文物，搞成知识，不得受用，误了多少的众生，所以没办法了。只能做一个实验，做榜样，让全世界人有信心把方向导正。这些都是师父的愿。好，那下一节课啊，再就师父整个他人生的过程，他的志向、誓愿，我们一起来感受，一起来同发愿，以师志为己志。那这一节课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